大家在刚刚的过程当中还了解到了一匹马一趟会运送十二捆茶饼，接下来我们就将进行十二捆茶的游戏。以中间的桌子为中心点，两边的藏茶店为两个站点，四次分组，依次前往两边。我们四个，好，那咱们四个正好往边那边。好，刚好分边了。行，还行，不太满意。我不太满意，你上那边去。不是，在唐茶店和博物馆门口各放有1到12卡片一套，中心点处放有加和乘两种运算符号，每局两边各自派出一名成员。在桌上1到12号茶饼中选择一张，带到中心点处，并随机翻开一个运算符号。如果茶饼卡片和运算符号凑成的等式结果等于12，则为成功。耶！如果等式失败，需要重新回到起点拿其他茶饼卡，直到成功。限时2分钟。但那个符号是会变的，是吧？对，抽完了之后，裁判会重新打乱。OK。其次，你们现在的四个人不是一组，同一个顺序出来的这两个人是一对搭档。啊，了解。所以我们是四组。对，我先去。好，那就这样吧。那我们就这样顺序呗，可以，好不好？好。12。说成一，那如果是加，你选到加呢？那这只能是蒙啊。对呀、啊，都是蒙啊，没办法，就看运气呗。那就选12喽。选一好了吧。行，这个东西你就自己想选啥选啥，因为你也不知道对方选什么。晨哥、小婷，2分钟凑12，计时开始。够，去。晨哥，你来，我看。啊！然后得选到成就对了，对吧？对，我选到成。成，抽个成，抽个成。哎，不对啊，我为什么要为替他们祝福啊？你选啊，这个不行。你选这个吧，这个。加号。12就没了，浪费了。那你剩下就是成号，剩下就成了，就没办法了。就2×6呗。2×6。对呀、啊。那也2×6了，不管了。哎，不管了，走吧。希望你有点默契哦。好。不会吧？6+6等于12，对吧？你选陈哥。加。耶、yeah! 太有默契了。陈哥、小婷挑战成功。哇，他们成功了啊，这么快啊，太有默契了。这好难啊，这怎么2把就成功了？对，这很难啊。第二组出战的成员是沙溢和谢依霖，能有默契不？这俩人。2分钟计时开始。这是啥？3。你车回去吧。你拿四，你拿四，我拿3。能行吗？这么通知。他3拿过了，他不能再拿3了，对吧？你拿4，我拿3。没有三了，没有三了，他没有三了。3哎，你不能回去啊！我就要拿四，我拿3。他给我拿4，4+多少？4+12。我咋呀？是吗？可以啊。加，这个。哎呀，失败了。4+3=2。他是不是有4？他应该有4吧？你有4吧？15。7+56。天哪！啊？你都拿一些？好冷门啊！匪夷所思的数字。你们俩符号都不用翻，每次拿数字都对不上，是吧？对啊，都对不上。他应该拿一啊，拿一没有？有没有默契？来，给我。
你还扔上了。最后十五秒，一，他应该拿十二去了。对他们那边拿十二也行，三四，其实三也行，三乘四。你拿不拿十二啊？十二，一，成。刚才这个是成，对，这次这个应该不是了吧？我不知道，他应该能倒一下吧？他不至于这么坏就没倒吧？对。先换一下顺序，就这样吧，行吗？沙溢、谢依霖挑战失败。我们也不想要金币啊。咱们不能做坏人，做好人，因为谁拿了那么多金叶子，谁茶叶儿，谁就对会拉仇恨。对，能不能第一轮就成功啊？这纯靠赌啊，到后边有点规律。嗯，第三位出战的成员就位，我的幸运数字，计时开始。什么？七六。哎呀，我早就拿一了。其实一配合挺多的，一能配合十一，还能配合十二。陆姐来点默契，陆姐拿了什么？四。你拿什么？一。拜拜。怎么回事？我刚拿完十一。你俩不会连翻牌的机会都没有，还不如我跟谢依霖呢。对呀，我们还翻过。啊。几啊？十。你拿什么？哎，兔子，拿了啥？五。你俩真没啥默契。你们两个一辈子都碰不在一起。你们在两个不同的平行宇宙里。向左走，向右走。向左，向右，向前看。爱要拐几个弯才来。你拿的什么？行，回去吧。我拿对了，放着。他给你放一个，放着放着。他拿多少？他拿了七。哦，我的妈呀！他是不是倒着拿的？五。那拿个三试试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陆姐拿了什么？八。哦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加加好的话就行。你翻。你翻吧。行。我翻你那边的。成，拜拜。还有最后十五秒，基本完了。三，拿三，拿了什么？不用看了。你拿了啥？玩了，玩了。张真源、白鹿挑战失败。这个很难哎。哇，你们两把就很厉害啊！而且第一把就其实已经翻牌了。对啊，超夸张。接下来要出战的是两边的最后一位成员，两分钟挑战，凑十二，计时开始。多少哥？啊，十二。一，拜拜。六，他拿六。四，怎么跳着拿呀，大哥？这两个人主打的跑得快。哈，啊，失败了。啊，啊，二，拿住你，顺着拿吧，非常好，他俩是真的连翻牌的机会都没有。最后十五秒，跑得快，还有一次机会。你多少？翻。在哪里啊？两个都不行。哎，我们是顺子，六七八。凯哥和陈磊挑战失败。哎，那就一组成功了。只有陈哥和小婷挑战成功。好快。来奖励你一颗